哪来的音乐呀？弄得人紧张兮兮的呢。这是琵琶咏妹妹。琵琶咏。文物组团要逃跑啊？你要干啥呀？ 我平日在馆里时常听到一首曼妙的曲子，我想出去寻找这个声音。你还有个音乐梦？我这妹妹呀，也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抚琴。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都会给我们弹奏一曲。我说咱们博物馆总大半夜被人投诉呢。这么好的曲子还能让人投诉，你是没有辨别能力。来，抱我，轮的来抓紧，我受不了了。哎，不行，咱们博物馆平时也不放音乐。 那个你听到那个音乐，它有什么特征吗？我隐约记得，在这首音乐响起之前，会有一个声音，大概说的就是这首曲子的名字吧。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呀？叫“您的蓝牙已连接”。那是我手机连音响蓝牙。什么是蓝牙？蓝牙就是两个可以近距离。 不是我给你们解释这个有什么用啊？那歌可能是在我手机歌单里，我给你找找。这个？不是这一首，但为什么我一听到这首歌，我的脸就有点痒，还特别想吃芒果呢？你那是芒果过敏，我换一首。这个。 也不是这一首，是这一首。我那热血的基因又回来了，我要战斗，我要干仗，姐，轮我！哎，老姐，快换歌！这个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一首。没想到你还喜欢摇滚啊！ 我怎么发现你不是要埋它，就是让它滚？你要干啥？你要这个摇滚是这个音乐的曲风。我想学这个乐器，听着就很特别。这个乐器可不简单，我练了七八年，这五根弦还没弹会呢。那你是没练好啊，那是六根弦呢，那不琵琶吗？哎，我妹妹最擅长，快给我妹妹试试。这挺贵重的，有我们仨贵吗？啊，不是不是。 抠搜着呢，来姐。你是怎么弹出来的？啊，我就跟着感觉走。这四根弦让你弹的，六根儿。 你这辈子你是学不明白了你，我是学不明白了。哎，不过我有个想法啊，明天是咱们博物馆的发布会，你们可以组个乐队，你弹电吉他，你跳舞，你弹这鼓，哦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以可以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在明天发布会上表演一曲，肯定会迎来很多游客的。我想试试。那咱们开始，来吧。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博物馆的发布会，大家可以上台与我们的文物合影。谢谢。 谢谢文文，这次和小辣一起解锁了喜剧才艺啊，真的是斜杠少女技能点满。我想问一下啊，文文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快乐空间站，那你的快乐是什么呢？我的快乐就是每时每刻都有好朋友替我撑腰。太幸福了。那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的身边也有一个好朋友一直为我撑腰，而且啊，他小小的身体里面蕴藏着大能量。我知道你说的是蓝月亮至尊洗衣液吧？哟，你懂我。<笑>确实。 蓝月亮至尊洗衣液一泵洗8件，轻松又方便。一瓶可洗约660件衣服，
快喜速溶无残留，蓝月亮陪伴你的每一个洁净时刻。陪伴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，我一直都在。特别谢谢佳琪、文文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快乐的时刻啊！我想快乐的解读方式有千万种，但是正是因为你们对这方舞台的热爱，让这些快乐呢变得更加的灵动、美好、充满正能量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将这一份